岩浆炮弹哈。有天使比较多人呢。哦，你为什么有表情？来，大家放假了哦，今天结业式嘛。哎，不要跑掉，不要跑掉。哎，要进来跳舞是怎样？有收到人吗？欸，我想要看治疗具箱是什么鬼？我那时候想，我上期想说我已经买了，然后怎么我的枪被捡了？这个消失。胶具箱是什么？买一把看看好了。欸，为什么队友可以捡我的枪啊？欸，你们太夸张了哦！什么是巨大狙击枪？啊，就一个名字而已吧。还是他可以治疗别人？我不懂欸，我们试看看好了。欸，它会显示对手的位置欸。还有这样子的哦。我觉得我自从一开始都走错位置了，我自己没什么 GK。应该在这边人比较多。是在地下室吗？哦，还有人躲在这里的，欸，对面都不攻击欸，啊，这样要怎么玩啊？气死我了！欸，对面没有这样子玩的啦，都不打。唉，对面都不打，是要玩个什么啦？这是躲猫猫模式吗？为什么它会跑给我追？欸，啊，哪有人一直躲在这个洞里面的？对面是在作弊是不是？他们一直在躲在下面这个洞欸，还有这样子的哦。他们这是外挂模式吧？那人一直躲在这里的。